快快！例行检查，姓名，你妹，年龄，36公岁，职业，奶妈，我是 ADC， 我来打项目，奶妈是吧？是，挤，今天不挤满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哎，你看我每天练武功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看过《笑傲江湖》？哎，看过。那《天龙八部》呢？看。还有那个《倚天屠龙记》。倚天屠龙记都看了，我都跟里头学了个怎么都学不会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天天看那么长的武打片，你哪还有时间练功呢？那怎么办呢？看陈翔6:30。为什么？短。就懂。陈翔6:30。陈翔6:30。